我是公馆列车长的2011年，那个4月30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月7:49，来的10次哦，40站，台北捷运淡水新月40站7:50，来的是110次，土象山看我象山的高亮熊刚刚的时间车，由 C38型单杠跑班，台北捷运淡水新月403哦。往中山出象山，象山开启车门，然后接下去动物园，好久没去动物园，想说来去动物园看一下。有502、501车往边组的高年型观光车，接着站40站关闭车门。好吧，再见哦。台北捷运淡水新月40站40。再见，拜拜。